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ucky 啊，冇错，大家见到标题都知咩事啦，系冇错。咁我都唔想再自欺欺人啊！大家见到我频道嘅 description 一定长期都系话咩咩，一日一斤，一日一斤，一日一斤。但系实际上你听个效果，大家明晒啦。所以其实咧，我就想点讲好咧，我尽量做，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保证一个礼拜可以出到三至四条片，系冇错。我就希望嘅系冇错，但喺人面前咧，基本上规矩都系浮云，好冇？得啦，讲笑啫，讲笑啫。其实仲有个原因就系因为咧，我呢个 Four Three 学生咧都要面临选科嘅问题，咁基本上选科嘅问题咧就非常之冇错，系一个决定未来生死嘅游戏，所以咧我又自己唔想死，我又贪生怕死，所以咧。我决定要投放多翻少少嘅时间落学习度，系冇错。基本上如果以十分嚟计嘅话，即系以十依样嘢嚟定一个比例嘅话咧，基本上我玩同埋咧学习嘅比例咧，我相信咧系一系八比三，一系七比三，一系八比二，一系七比三啊！基本上都系，冇错，我真系好浪费。唉，咁大家明咩事啦？咁当然啦，我啲成绩都好正常嘅，好冇？都唔系正常，合格边缘。讲笑啫，讲笑啫。正唔正常啊？见仁见智啦。咁可能有啲科嘅条件咧，如果我真系想读嘅话，佢就比较苛刻啲嘅。咁我见到我形势都唔系太对路，所以我咧就决定咧，真系投放多少少时间啦。正常我咧应该都唔会投放嘅，但系听完佢今日讲嗰个咁嘅鬼死人垃圾选科讲咗之后，我觉得我嘅形势非常之恶劣，所以咧，冇办法啦，我一定要抽翻少少时间出嚟，如果唔系就食屎啦。咁你可能话，哎呀，你抽完你喺度抽咗时间又点啫？你咪一样喺其他地方度用翻嗰啲时间，系。但我觉得我用嘅机率系非常之少嘅，除咗打机，仲要打一款 game 之外，系冇错，奇迹暖暖。咁点解呢？咁系因为我基本上除咗 YouTube、Twitter， 最多计埋 Minio 啦。咁基本上我就用嗰三个 social media， 我唔觉得我会俾嗰啲所谓 social media 分心都去边。第一样嘢，第二样嘢就系基本上。只要我间房入边冇任何一张纸，冇有一句嘅工具可以俾到我画画，基本上我就应该唔会分心画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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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基本上就系咁啦，系冇错。所以今次都系讲一讲，我相信我每日应该可以出到，每个礼拜应该可以出到三至四条片，甚至恶劣啲可能净系得嗰两条片，咁咪。非常之抱歉嘅，但系我尽我嘅人事啦吓。特别重要系咧，食俾佢老豆老母喺度食，喺度话咩？你系咪食得嗰几条友睇咁样？喺度串嚟串去，串嚟串去，搞到我自己咧想唔放弃少少都唔得，大佬你明唔明先？你觉得成绩重要啲定系一个兴趣重要啲？咁梗系成绩重要啲噶啦。咁基本上喺我仲未红之前，我相信呢个都系俾佢所称为兴趣。而且仲要真系啪啪就消失嗰只，冇错，真系嘅。你睇下 YouTuber 有边个 YouTuber 喺香港真系捞得起啊？你讲啊，冇呢个现实嚟噶嘛？呢、這个好似，但系求稳期咯，我成日当系一个类似一个兴趣，一个俾翻少少生存意俾我嘅嘢啦，大佬。即系你，我真系觉得好捻空虚咯。你基本上日日都系翻学、翻学、翻学、翻学，读书、读书、读书、读书，整嘢、整嘢、整嘢、整嘢，真系有意义咩？所以一定要俾翻少嘢咧，俾自己咧去充实翻自己。如果唔系咧，会想死嘅。唉，你唔知今次又讲咁多先啦。咁基本上呢条片我尽快出就尽快出啦。我录制嘅日期为我录呢段音嘅日期咧，应该系25号，系2月25号。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盡快出得到，出得到啦。咁总言之，我哋今次就去到咁多先，我系 Ducky，like 同 subscribe， 下一次，再见，拜拜。